拖延时间挺限期，系三十年竞争的情形。现今国民党立委林佑玲而争取连任，民进党系拖延十二月刘彦洲来参选。参观民众党部分区立委来乡里，每加一百挺五限期的立委选战，现在也到被广告同演出的人口较多，韩国又有一度的行业。政治版图从基督徒南北六行开台，三个参选人都是行业，王永恩用自家的优势，在下个初选当中得到认同，是信仰的重要关键。请下游一下一下阿叔，国民党现任立委李友林，照片的品质亮堂，而请全力争取韩阿杜的支持，连续做三届立委的伊，大摆都变到亲民的世界。彰显坚强韧性、团体防经营的实力。面对100三强的局面，伊唔敢太意。认真为地方建设、为地方来服务，做一些好的成绩，我不爱向前滴。坦白，我个做的事情，爱会一样一样同爱向前来报告。面对地方经营过程的李友林，民进党则系推出刘彦洲同一边。整体是增加编，因为当然还没通过嘛，但是你现在编出来是增加嘛。现今拖延十二年的刘彦洲，本当是飞机师，主打专业形象派，同时诉求强硬实推你独立发言，为地方代表弥补的弊端。我的诉求就是用专业进国会，让会计师进入立法院来监督我们的预算，为民喉舌，来为我们的凭证龙潭争取地方的建设，用专业来做事，这是人造未来会来在立法院来努力的地方。一百民众党媒体五线旗推出的现任部分区立委戴雄林来参战，就算屯传统的南流比较起来，拍摄力量经营龙头，品质为很难实力。不过因为去年始终现在的经验，戴雄林有信心做得很难价格大逆猜题。不是外向啊，青岛的一种地缘关系，也加上人家中亲也好啦吼，不含有人家同好啦朋友，也系讲人不亲土亲之外呢，也一种啊，大家互相了天数吼，也人数也好啦，也相亲的传播也好，也系一种必要的一种考虑。不是外向，所以也可以亲视下。只有桃园市县委会的资料显示，去年天文县区平均龙潭县居人数统计，平均180,000，龙潭100,000边内。本旦是南洋铁票仓，不过最近也积极的立委选举，南流的政策近来建设。郭云伟今年跑杨梅干业的战区，四十多县前屯东北今年比起来，很难复杂。记者罗文泰，桃园报道。